可能如果要卡的话，你的话我就。卡吗？网太不好了，等一下啊。都能看见是吧？大家先对一下第一单元测试卷后边56到85的答案啊。56到85，先看那个。看56到65有问题吗？词义搭配有没有不认识的？都没问题。你有问题，哪个有问题？还是我从头56到65都说一遍？没带卷子。都说一遍，来吧。能看清不？需要我再放大一点不？看56题，咱从 B 栏开始看吧。A 选项 a person 后边定语从句，能够建造或修理机器的人，这是一定语从句啊。be able to do 能够建或者是修理机器的人，指人的，还跟这个机器有关的就只有 engineer 工程师。然后看 2B，
join together 是大家加入到一起，联合在一起。To make a whole， 这个 whole 是整体，就相当于一部分，组成一个整体，就相当于使统一，统一 unify。然后 C build again 是再建一次，出现这个 build again 应该就知道就得选 rebuild， RE 前缀重复的。然后后边那个 add 是添加增加， add something to 哪哪哪是把新的部分添加到一个建筑物上，就其实也是一种重建。然后四 D 依然是定语从句的。Something 先行词，什么事情使你感觉，后边那词是错的， feel 应该是 surprised， 找个 d 这个位置，让你感觉惊讶的这个事情。所以就这个奇观奇迹 wonder 出现，其实出现这个 surprise 唯一能选上的就 wonder。 然后后边 e 是时间长度，关于时间的这个，就一段时间，就 period。 F one of 其中之一， main parts of a country， 这个 country 指的是国家，是国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，就是下边这个 province， 它是行政方面的行政区域划分。然后 G 的话前面依然是 place， 是地点的，后边是事情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地方。出现 place 其实对应的就是这个 site， 它不有场合的意思吗？场合、地点、场所，一记一致，意思比较多。然后 H 选项 belong to 是属于什么什么，然后后边那个 time 加 s 了，它表示时代， long past 就是过去很久的这个时代里面，就属于古代 ancient。 I 就简单了， 100 years 一百年，一百年就一世纪。最后这个 keep somebody or something safe 是 keep 是一个系动词，使这个宾语保持这个安全的状态，就是保护的意思，就是61 protect。 还有问题吗？我对的是第一单元的卷子啊，第一单元后边都跟上来，有不懂的问啊。没了接着往下看，补全对话有问题吗？相对简单，答案给你们了，答案在这儿， BECDA。66和69选反了，66。69是得看有什么秘密吗？看69这个4D选项后边那个 recommend 是提荐建议，说你能给我推荐一个吗？然后66这个位置你看着啊，他不知道问啥，但 B 回答的是这个 the price。 66这位置回答的这 2B 位置出现了 the price， 问价格的时候一定要在选项当中选择跟他接近的，问什么答什么，所以这个 B 选项当中 can you tell me the price 它是合适的。68和70，68是什么？余浩68你选哪一个了？
68选的飞，飞什么猫啊？对，68是选飞呀。我的意思是你选错的话，你选的是哪一个？没动静了，卡了吗？能听见吗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来往下看，看下边71到75有问题吗？71到75。再看一下答案吧，来这儿呢。没有问题。这不是什么，这是八号是咱们是70。73为什么加 S？ 我看一下73题啊，73题在这儿呢。前面啊，The Great Wall 单数，延伸不是一个动词吗？不及物动词，从哪延伸到哪？是这个长城从这个山海关延伸到嘉峪关，动词33。还有72。看72这个位置，前面出现了一个 one of，后边创造、创作那个 creation 可数的 one of 后边加可数名词复数。71、74、75都是原型，这也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往下看，来看76到80，大家先对一下答案。人口是可数的，看着啊，看74题，这位置填人口，后边谓语动词是 is，说1/5的中国人口在那个时候是大概100万，be 动词是 is，谓语动词用单数。78、80。来一起看一下。78这个位置啊，前面说的是 too many colors on a product，就是一个商品上颜色，就是特别多的颜色，五颜六色的颜色可以给人一种什么样的印象？它应该是 unpleasant，令人不太舒服的，就显得特别的乱，乱七八糟的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所以用的是 unpleasant。pleasant 是指事儿的，给人什么什么样的感觉？这么说能理解不？别抬杠啊！你要是觉得这颜色特别好看，那你就填 pleasant。至于给不给你分儿再说。按正常人的想法去填，考试的时候不要总那么较真儿。而且前面出现的是 too many，强调的是太多太多。看到这个位置，太多的颜色放在一起就显得特别的乱。
你不能说因为你喜欢五颜六色的、花里胡哨的，你就得让大家都接受。其实吧，这个就得自己转换思维啊。对，而且你注意这个位置，你就算不看那儿，看这个位置，an 看到没？它是元音因素开头的，而这个 pleasant 是 p 开头的。如果是填 pleasant，前面一定是用 a，所以 unpleasant 你必须在它的形式上去进行一种变化，un 前缀才能用 an 的结构。七十八这位置注意一下啊，然后看79这位置为什么加 ed 了？能解释清不？79有啥问题不？哎，马小斌智商太在线了，题目告诉你就变形，不让填原形，对，是这么回事儿。看79这位置啊，又是 have 的固定结构，have something done，是这个秦始皇使这些城墙连接起来。这城墙跟联系之间是被连接的，所以用被动的形式。然后80这位置注意一下，是这个人 play，然后这块有个 role，所以这位置填的应该是形容词 adj。说在这个电影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lead 加 ing 形式变成 leading 形容词，重要的、主要的就相当于 important。76到80还有问题吗？没了，来往下看看81，81到85改错题，给大家先对一下答案啊。全有问题，行，全有问题。那个动词不大写，4D 选项啊，81题4D 动词不大写，它是反义疑问句的部分，它不位于句首。对，84题选少了一个 realize。85为什么不加 s？来吧，咱一起看吧，答案对完没？一起看一下这个81题，81题是一个反义疑问句儿，反义疑问句儿要注意一点，它的主语是 I，主句的主语是 I，动词是 think 和 believe、suppose 这些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时候，它要反义的是从句儿。从句儿从这儿开始，You want to say 一直到 English。I think 是不是主语加谓语动词？后边 you 一直到 English 是属于宾语从句儿。前面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时候，得反义从句，反义这一部分。然后你得看从句的主语是你，动词用的是 want，从句用的肯定形式，反义用否定，主语是 you。然后助动词啊，这个 want 是不是一般现在？所以它的助动词应该是用 do，所以它的反义就变成 don't you。主语还有它的前肯后否，前否后肯，这也要注意一下。81题我说明白没？能理解吗？
主要就是反映疑问句儿。然后82题要注意一下这位置 ，be located in 是咱那课文里边学到的类于什么什么，但你要注意北京和石家庄的位置关系，他俩北京不是石家庄的，所以不能用 in， 他俩也不接壤，所以也不能用 on， 那只剩 to 了，离得比较远。没带卷子，我不都昨天都发群里了吗？这是82题，然后看83题。83题前面，鼠标在这呢，哎，那你看，这个 build the building of Great Wall 是长城的建造，这个 building 是动名词。说长城的建造，然后这位置是动词，开始后边这时间啊。是战国时期，战国时期发生在过去，所以这位置不能用一般现在，得用 begin 的一般过去，把 I 变 A 变成 began。 83纯粹考的就是时态的问题。然后84考的是部分倒装，这个倒装的结构就是 only加状语，放在句首。句子部分倒装。部分倒装就是情必注提到主语的前面。这个得记一下 ,only 加状语。可以是一个状语从句，也可以是一个词组，只要 only 强调状语放在句首，句子就用部分倒装。但你要注意的这个句子部分倒装，这个句子指的是主句。主句部分倒装。跟上没？然后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题啊，前面84 only 放在句首，问是不是引导的一个现状语从句。当我们是成年人的时候，长大的时候，后边我们意识到他们有多爱我们，所以这个位置问引导的是状语从句，它从句的话就是正常语句，然后主句部分倒装 we can realize 就得把情态动词挪到主语前面，变成 can we realize。这是84题，然后85题注意一下，前面 it inside 这也是一个固定用法，一直到这儿可以把它当做固定用法去记。据说后边无论是哪个啊，千百万十万百万十亿的，只要和具体的数词连用，它就没有 s， 它如果有 s 就跟介词 of 连用，就是百千百万十亿这些词，只要与具体的数词连用就不加 s， 然后后边 be forced to do 也没问题，所以就这个数词这，这是85题。看看这个第一单元这个后边这部分题有没有问题。71到85没跟上的，我再给大家说一遍。都没问题啦，不回答默认都会了。下节课上课随机点名提问啊。别的我不问，这基础题肯定问。
条问题差不多了。答中标问八十三题，我再给你讲一遍啊，再对一遍答案。你们这个网速比我这还差吗？几 G 在线啊？来看五十六到七十五的对一下。这一回家都快飞行模式了。然后这是七十六到八十五，八十，对，一会儿就该讲期末卷了。我这再慢也不至于，我题都讲完了，答中标的八十三才发出来，还是我看见的晚呢？再说一遍啊，八十三就是单纯的时态问题，后边这个战国时期 begin 用一般过去。怎么可能？来，没问题，把那个期末测试卷拿出来。你们能看清吗？我这显示网络卡顿或黑屏。能看见就行，能看见不？对 ，only 加状语放在句首，主句主谓倒装，从句不变。我关了啊，换卷子。A 能跟什么？A D C D C 又卡了，是我这问题吗？我得搬过去，这样吧。行，好啦，语音知识啊 ，A D C D C， 把这答案对一下。这个有问题吗？音标题难不？第一题 ，C D C 啥？一二三，难，行，来吧。一二三四五，可以了，都来吧。看第一题。给的那个词是 everywhere， 他发的是那个，我在这儿写啊，自己凑合看，看不清的我给你大点写的。第一题这个啊，是这个 e 反过来的这个 air， 所以是 everywhere。然后这个 parent， 他俩是一样的。然后 B 选项。man-made 是这个大嘴的 i， 然后这个 state 双元音 a， 然后它是 practice， 是这样的。你要帮我写，我给你拍个照片发群里吧，太费劲了。
接收一下，我发到钉钉群里了，大家看着我给你们说，要不然这顶上写太费劲了。是我又卡了吗？行，没卡就行。这音标题看着这个说啊 ，A 选项记前面那个双元音的就行 ，area。Parent, man-made, state, 双元音，然后 practice, 然后看第二题，第二题这个 supply, 短音的 r, 然后 a 是 uniform, 这长音，就是这个 u 的音，然后 2b, unfair, 尖角 r, c, result, 是一样的， c, suggestion, 又是短音的。然后尤其是第三题，注意一下这两个音标我写的有点像啊。看第一个知道 no 是反写的那个 a， 它不出来，是这样写的啊，就到这儿就封口，这双元音 o， 而后边这个现在它是这个出来的，这个大写的出来的这个它是双元音 o， 前面是 r 的音，这是前面 a 的音，书写的时候注意一下。然后后边那个 allow 是一样的， a b 是一样的， c 和选项这个是 show 是一样的，它不出来的，前面是 r， 哎呀过分了啊，写这儿了这种。然后 4d 是跟他们最不一样的，它发的是短音 o 的音，一竖加一半圆。然后第四题这个 learn 是长音的 r， 带俩点的，然后 a fear 害怕双元音 ear 的音， 2b swear 发誓誓言的这种双元音 air， c 要注意这个 pair 是离，也发 air 的音， 4d heard 长音的 r， 还有这个词看着 bear，有熊也有忍受的意思，它也发 air 的音，不是 bear， 是 bear。 然后第五题 corner 长音的 o， 带俩点的，然后 a 选项和 4d 选项 or 组合碰到那个 w 几乎都发长音 a 的音比较多 a， 然后 2b doctor 弱音短音的，然后 4d forward 长音的哦，把这个音标看一下，打开啊 forward， 好的音这不就是吗？前面是 corner forward， 它俩的音是一样的。语音题还有问题吗？没呀，没来，接着往下看。N O W 的发音是这，我给你写上的啊。前面是 R 出来的，这个是 U， 就那个。他不读 now， 他其实是大嘴的那个 o 的音。没有，来接着往下看看单选题第六个，第六题选 A， 七选 2B， 八选 4D。九选 C， 十选 B，
A B D C B。A B D C B。看看哪个有问题啊？八十十七八七十六有问题吗？有啊。六题注意一下前面这个啊，前面有个动词 spend， 这 how much time 是不是这些学生花费了多少时间练习弹钢琴？这句话能理解不？然后所以这个时间不是 spend 的宾语吗？spend 加时间加动词的时候得用 doing 的形式，写这儿啊 spend。 加上时间加 doing， 然后后边又给一个 practice， 这个动词练习做某事也加 doing， 是这两个词组的结合，所以都是 ing 的形式，选 A。 然后看第七题，第七题根据选项来看，它考的就是倍数的表达形式。倍数的表达形式是倍数。倍数加上 as， 加上形容词，再加 as 的结构。就是后边 as 是同级比较，然后把倍数放在这个同级比较的结构之前。然后看这个选项。所以这个 A 和 C as 开头的就不对，然后倍数开头的只有 R B three times as much as 是它的三倍大，就我应该支付的是我应该支付的三倍，倍数的关系，所以后边说太贵了。然后倍数还有两种表达，一个是倍数加上比较级。加赞，比它大几倍的，还有一个就是倍数加上定冠词加 size of， 是它这个尺寸的几倍。第三种表达形式是倍数这部分参考的。对，它是同样的。看着啊，如果说他不说我支付的是我应该支付的三倍嘛，然后你可以把这句话改成，等一下啊，可以是 I paid paid， 然后 twice more than I should。看一下这句话啊，咱这个例句当中是不是 I paid 后边是 three times as much as I should 的，是不是我应该支付的三倍，是不是它三倍的关系，然后也可以是比我应该支付的多两倍， twice 不是两倍嘛，然后后边 more than 是不是就是比较级的结构，比它多两倍，就相当于是你实际上支付了三倍，这个能理解不？实际上是三倍，但你比它多两倍，就用比较级的时候要给它这前面位置就变成 twice。 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这个第七题这个倍数关系能理解不？三种表达形式啊，然后看第八题，第八题又考的是这个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他这个老房子需要修理，房子跟修理之间是被动的，但 need 的用法是 need doing 等于 need to be done， 主动表被动。第八题，然后第九题的话是 tell somebody something， 所以 how much 这个位置，它是一个宾语从句，宾语从句要陈述语序。
所以 A、B 就排除了。Will 提前，它就是疑问语句。然后再看这个位置 ，spend 就在 C 和 D 当中选 ，spend 的话得是人做主语 ，cost 是物做主语。而后边说，请告诉我是去北京坐飞机需要花费多少钱，是不是指后边这个 go to 北京 by air， 它是指这件事的，所以是 it will cost。然后第十题注意一下这个位置，它考的就是 so 的这一结构 ，so 加上主语。加上助动词，和 so 加上助动词加主语的区别。上面的这个位置 ，so 加主语加上助动词，表示某人确实如此强调。然后助动词放在主语前面的这个表示也怎么怎么样。这个位置啊 ，so 加上主语加上助动词，表示这个主语确实怎么怎么样，表强调的。如果是助动词加上主语，就表示也。看这例句，前面说的是他是不是已经取得了挺大的进步，后边如果是 so he has， 就是他确实如此。A 和 B 前面这位置都是，然后是说他确实取得了挺大的进步，后边说的你也一样，他强调是你也是这样，所以如果是你的话，主语跟前面不一样，表示也就用 so have you， 不是 you have。如果 A 选项当中 so you have 是你确实如此，但前面并没有提到你取得进步的这种说法，所以它不合适，它表示也，所以助动词加主语。有问题吗？6到10。对 ，so I do 和 so do I 的。也是这样 ，so I do 就是我确实做了 ，so do I 是我也一样。如果都没问题的话，今天就讲这么多，剩下的咱明天再说。没听懂的你课下告诉我，明天我再给你讲一遍。好了，下课吧。